农业组铜奖，得奖的是台湾动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恭喜台湾动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麻烦派两位代表好吗？派两位代表。台湾动药国际是自行研发国内唯一的宠物抗肿瘤用药，经营团队由各领域专家组成，全球宠物用药市场规模庞大，进入门槛高，而台湾动药拥有完整的新药开发技术平台，并掌握关键技术。恭喜台湾动药！恭喜台湾动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将奉上这个非常精美的奖杯，还有很大张的奖金支票，记得要跟您的团队一起分享。我们获得新农业组铜奖的台湾动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得奖理由是自己研发国内唯一宠物抗肿瘤用药，公司经营团队由各领域专家组成，掌握关键技术，进入门槛非常的高。那待会呢，我就要麻烦我们的台湾动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派出一位代表分享一分钟的得奖感言，也恭喜他们。铁的声音可以秀一下吗？一分钟之后准时就会结束，麻烦您。首先感谢时代基金会的评选，台湾动药为这次选秀大赛的得奖，这是对台湾动药的肯定与鼓励。Anti-can 抗癌人是全球所创的无化疗副作用的抗癌新药，也是台动第一个推出的产品。在生技产业硬指标的药证市场还有国际合作方面，我们有一定的成就。第一点，在十多年的研发是很辛苦的过程，今年二月份解盲成功是一大突破。第二点，台动创新的商业模型获得许多意见领袖的肯定，预购订单的量超出想象。第三点，台动的表现、药物的效果、市场推动的成绩，各大药厂、台湾分公司都会向全球总部来报告。目前多家 Big Seven 大药厂正和台动密切联系当中。下一步，我们将从一家台湾动药公司朝向一个亚洲大的动药厂的方向前行，期待能给台湾农业生技带来不一样的故事。也请各位先进继续给台湾动药支持一直讲，谢谢。恭喜台湾动